前日子，数十亿豪富。做越南台湾，韩国知名高富，国美关系密切，年中国牛年，国体来酒收山，中林木班好，把丁牛。越南他们的那个配饰省之间好像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，像比方说你看到妈祖就知道说前面一定是千年顺风，你看，但是在越南的这种情况好像说比较少看到。这一次我们在华人会馆里面发现了很多台湾跟越南相同供奉的神祇，